可以知道说，哦，原来那个 WiFi 热点哦，前五名的地方，奇怪怎么设在一个蛮奇怪的，最多的地方就是台中，但台中很热闹是没错了哈，可是为什么台中这么多？OK，然后呢，其他像彰化跟花莲，我就觉得蛮怪的，好像花莲跟彰化人口其实并不多，可是为什么他们的数量居然跟台北，甚至是高雄哦，还差不多？